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特洛从上面过去，把那些该打死的都打完。我有计划，但是你们要不要采用一下？还是我到跟熊那个位置一样，用机枪轰他们。啊，我死了。反正就是上下的不要有聚集点就好，我才能偷偷溜过去。下面怎么会没有地方躲嘞？有人说你的声音很可爱。对。想办法让我溜过去，看能不能尽量丢烟雾弹，拖住那些敌人一下。我是有年弹就会拖啦，只有他拖也能拖一下下而已。好，拜拜。你们看，你们把敌人聚集在下面或者是上面。过来了。我被发现了。我狙手打我哎！已经在努力对付狙击手。我这样是绝对过不去的。啊！该死！我要怎么溜到前面去啊？哎，我要冲哦！我已经不管那么多了。好，你冲吧，都是怪，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冲。这里可以爬吗？差一点点。好，我过去了，过去了。可是生物是在那里吗？任务在正中间，那他们是什么？那你跑过去正中间在哪里啊？正中间，等一下会开来。你有看到东西啊？管他的。直升机，等直升机。一八，你要小心哦，那边会一直有人跑出来。那我怎么办？反正这个是最佳视野就对了。对啦。哎，我从背后这个打他会那钢瓶的。跳下去。我往哪了？哎，还没。只是直怪而已。哎，没中！你说谁啊？不知道啊，那个人右边一直被打了，没中。好的，我要先爬下去。在那边，我的年代还射不中，太远了。真的吗？不行了。耶！有可以去捡了。哦，两只就狙击我，生物就赢了，是不是？不知道，最后就叫你剩下歼灭剩下几个人。
好，我现在被两只尬上了，干掉一只了，还剩一只。OK， 解决了。去洗死啊！那边情况如何？哦，这么多只啊！哎，好像还有敌人。哇，很多。我先把屋子里面会来出现的敌人都打完。我觉得可能。说不定我们不回收物证的话，他们是无限的。应该是。啊，回啊，到底东西在哪里啊？我现在要去捡了。不是，你应该是要直接去直升机下面吧？回收完了。那我现在已经收盘了。再开下来救我一下。再往后走一点，我再往后爬。直接下去吗？那我等会儿问题。在哪里？我在下面。为什么两个都倒地了？没有，附近没有人。我吃个补就倒了。我倒地是因为我去回收啊。现在解决就赢了。我现在被两个精怪嘎上了。怎么样？你说我该怎么办？哎呦，我就没去救你们东西，气死人了！我告诉你，我子弹如果不够的话，我救不了你们哦。那我们只能等了。我子弹不够。我以后今年到我去救他，我绝对不要去救你哦。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我没去救没自己，你看。你要救两次啊！我救他，我就一直叫着。快速压两次，然后一直按着。我的菜哦！可是他不是要一直按吗？是快速按，不是按久。就是你按这样正方有没有？然后他会第一次绿色调过去，已经复活一次有没有？你不要放开，你继续按到他有第二次复活显示的时候。哎。所以说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到底还有几只啊？很多只。很多只为什么有这么多只？我至少四只哎。你该不会要把我的那个袋给他们吧？没有啊，我的有流出来啊。我之前有留，不过我现在已经。就是把它那个删掉了，因为我在交友方面变得比较有点低调一点了。这个爆炸！你好像没剩资嘞，说不定你可以活下来。为什么你看得到啊？哦，安全观看啊。就是反正剩三只吧。我上次才救过你们一次而已，忘了吗？记得啊，我们全部都子弹。我跟你说，我那个机箱剩四发了。嗯，那很厉害吧？也没有多少子弹了。已经爬上去了啦。在哪里？好，弹药用尽了。哎，那边有一只。哦，精怪哦！连那种东西，连那种东西也都给我。没办法，为了回收，最起码回收物已经送出去了。那我们要算等一下进来不用重打吗？应该还是要重打。可恶啊！我现在如果现在死掉了，那只精怪是进化者吗？啊，看不出来。我先关一下冷气哦，我觉得好冷哦。
哎呀，两，差点找不到遥控器。如果我现在下去的话，绝对会，哎，为什么五只了？给我一点，给我时间。我没有收到啊。给我一点时间想一下。要船了吗？前面至少有一二三四五，这还是几手啊？而且我现在机关枪这样备用弹夹剩280了。哇！没办法，前面有很多弹药。啊！小心！不能爬。不行啊，如果我没有狙击枪子弹的话，我绝对不够用。有那个散弹枪跟他正面对决，如果只剩一支的话，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机会。这些怪太强，话说我们都跳困难的打、哦。对啊，对啊。你们还真狠，你们知道这一关有多难吗？我不知道。跟亚当不怕，死了就在堆。我要先等我那个医药平台补好满的之后，我才能自我治疗。前面五只，那冲过去我看根本是找死。我得想一个对策，因为这个游戏是比武器，不是比技术的。他们应该回头了，我应该可以慢慢接近的。我刚刚差点死掉了。那很强的枪啊！他们走了。如果待久的话，他们应该就他们只要找不到我，应该就会前晃了。可是我也过不去啊。我记得好像还是你丢枪还慢慢砸。你放很久，然后敌人会。血会回吗？还是距离跑回去之后会回吗？机枪台现在好像那个炸弹客是经过的，这是困难。我现在没炸弹了，为什么这么远啊？现在我要同时去救三个人，这的确是有点，趁他们走下去的时候，我再溜过去。前面四只还在我下面，如果我现在过去的话，会变成那个囊中自杀。我赶快滚啊！你觉得如果你闯过去，然后找地方躲起来，等他们放弃再救我们，再一起打，那个、这样有没有机会？我在那变绿巨人，把他们全部干掉。你就冲过去跑。有一只已经快要过去了，剩下的下面那个两只，赶快给哦！你可以丢个机枪台当那个啦，然后就跑这样。干嘛又走回来了？啊，你要等他们聚集啊。该找个高的人带，找高的人带就不好玩啦。我现在下面有四只哎。你就把他推下去，你自己在那边，然后跑另外一边这样。要是跑右边那边，然后跑回来，跑我这边，应该有机会把我救起来。就一只而已，赶快跑，快跑！两只，到底有几只啊？后面会来哦，后面会来，快跑！不快跑，我不然会死。后面有人呢！哦，西巴！我要死！我快跑！快跑！我快跑！就这里有一种死路。哈哈，死路！哎呀，这下要重来了。西巴走错路了。等机枪台冷却了。就说要走上面吗？快冷却好了。楼上可以走哦。走上面我就被打死了，后面那个几枪都。他丢机枪引他们注意，赶快从门靠绕跑。有道理。除非是火焰金刚，不然这些机枪是对他们无效的。他们至少
跑去打他。对，就是他乱跑，你先丢远一点，他们去打机枪。可是我这样他们好像。他们应该有四只在上面，哎呀，看到我的朋友都已经要睡觉了。等等，他们可能被卡住了，你试试看，打他们看看。那他当然会动。或许你现在打他们，他们会毫无反应的给你打。你要是失败的话就死了。对啊，玩的不太可能毫无反应的。你拿你的标记枪打，快点，快逃！有卡怪的可能性。丢远一点哦。不行啊，这个地方没动，还好会跑，好可怕、啊！这边死路啊！哎，有东西啊，快走，快走，前方，快走！快点，到，快到了。哎、他来了，他来了，你救不起来啊！你不可以先叫，先乱跑。没问题的。你掉个平台，我也不能复活、啊。你倒了这边多久了？我已经倒了很彻底了。你才是。我是说那个。那个，都死了，要等你来救。对，一定要你救。我这附近有一只、两只，有了！哦、耶！起码还有外面有的人哦。我们有希望了。现在状况怎么样？我这里有两只，我跟天这边有三只。我们都在回去补子弹。快上来了！快上来了！好啊，对，你先回去补子弹。好像不是这边。下面吧，就是我们死掉那一个平台那个地方。我劝你赶快跑一跑，就。我们这里有两只。子弹枪在你背后，回头，先吧，回头。我们尸体这里有两只待命的，往前走。对，子弹枪在这。好像有五个红色，现在有五个。我想再跑了，这边后面要怎么跑啊？用脚跑。哦，这边。哎、欸，我的频道没有看到 line， 下面说明那边不是有个 line 吗？小老师，我去掩盖他们，你赶快去救他们。就之前在这里有一只哦，小心。我自盲了。我两只，有两只，先杀，还有三，好像还有一只、啊。有，我这个距离救得到你。你等一下被救了之后，我赶快往后退。你看，救我，为什么我都没？哦，上面全都是哎、欸。老师啊，小心哦，不要倒了。啊，小旭怎么又倒了？我可没，我跟你说，我可不能保证我能再救第二次啊。而且现在上面都已经被他们霸占了。不够快。好吧，就这样玩完了。安心吧，赶快放弃，不然就赶快来救我们。先打吧，直接杀敌人了吧。小心的杀，应该可以。看妈妈拖到后面。炸弹！炸弹！小心手榴弹，往前，这是哪里啊？没了，你这里有两只。我为什么一直在损血啊？哎、欸、你烧到了。有一只快要死掉了。救我！看起来就不像没有被捅死。那个平台已经没有什么屁用了。啊！是吗？是老师？可能哦。啊！又来一只。
刚太解救了，要是再绕一下应该还有办法。哎呦，有希望，有希望哦。爸爸这里怕球没问题，可是不过我先通过这边。加油加油！你们好歹为我加油一下。我在为你加油啦！加油！加油！我快要赢了！靠你了，靠你了！快点，快点！前面到底有几只啊？哦，又来一只。那快结束了。就还是应该可以把他们都杀光吧。怎么了？怎么了？打完了。开始读取啊！打完了。啊，那这样过了，耶！好久。那有没有破三次场的记录？不要，不要去三个机长。好啦，那我们回去邮局捡装啊，捡装啊。哎，还有装吗？我要捡，回得去吗？我看都没有装啊。可惜没有救到你们。对啊，没有办法。我先传回邮局啊、哦。因为我已经成为那个最后的生还者。最后生还者。哎，是我走错地方吗？no， 我走错地方了，我回不去了。啊，光打完这些，好辛苦哦。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the smallpox virus. It normally takes 1 to 2 weeks for it to incubate in a host, and it's not contagious while it's doing so. Looking at Amherst's notes, it's clear he wanted to change that. To make green poison infectious while it developed and to speed up that incubation process to make it spread faster. In English, it's more contagious and it reproduces faster. And that's bad.病毒研究是有一些进展，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